这个项目呢，其实最早开始的时候是在这个Dorm 这个 Duke 的这个 Home Depot。对，我们那个叫烟草计划，我们那个叫烟草计划Dorm 和烟草计划上海和烟草计划 Richmond。Yeah。然后这个在这个 Richmond 呢，这是因为和那个 Caroline 认识以后呢，从他收藏的那个这个 pipe 开始，然后从这个 pipe 呢又了解到他的 family 的 history， 然后又了解到 Richmond 和这个 Marlboro 的这个生产基地，所以我们就决定在做这个 Tobacco Project 3。确的一个目的，但是每一次呢都给你，就是给你这个思维中啊补充一些新的内容，然后每一个地方的这个它会给你一些新的灵感，都和这个地方的特殊的烟草的这种特殊的历史和材料有关系。就是任何 information 对我呢其实都有用，我跟着大家，但是我可能从任何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上都可以，对我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包括这个，就是这个你闻到这个烟的味道，就是这个他就把这个叫什么一打开，把那个烤烟的那个门一打开，这个味道呢，都有可能对我的那个创作都会有帮助。然后呢，你吃什么东西都有点苦的味道，就是胆是这个烟的，不是因为我想我尝了这个。今天你说今天我感觉到的是这个 tobacco 这个东西，它带有一种神性，还有这个重烟的每一个阶段和每一个细节的这种人不能控制的部分， yeah. 就是它实际上带有一种这个命运的性质， yeah. 就是它这个东西的好和不好，完全是一种那个一种运气。就是说 tobacco 这个东西，它有一种超越于人为控制和科学控制的部分，这个让 tobacco 这个行业，它有一种带有一种宗教的性质。首先呢，我们就会跟徐冰，徐冰会告诉我们他的想法，然后，有的时候他会画一些草图，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的想法。然后呢，我们就会根据他的草图以及他讨论的这种想法去做一些小的例子。如果他觉得这个可行，我们会去试，用各种方法试怎么去实现那个想法。如果他觉得可行，然后我们就会继续做这个作品。如果有的时候效果不理想，我们就会再想新的方法。
觉得他们都特别好，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学同都是学艺术的，他们有不同的专业，有的是学版画的，有的是学雕塑的，他们在很多方面能帮助我们实现想法。他们有的人在做书，有的人在做地毯，有的人在做就是类似于一个烟草的方块，一个立方体的东西。然后他们每个人的分工不同，但是他们有自己擅长的东西，可以从各个方面辅助我们。我觉得他们特别的，对这个项目特别的有帮助。我觉得跟他工作的话，首先他会把他的想法讲得很明白，然后我们会很容易理解他想要干什么，但是很多他的东西需要不断的试验，然后这个过程可能比较有意思，但也有一点点累。一篇文章里也写到过，就是说这个最早呢，实际上英国呢，开始呢，在一八二几年的时候吧，他有过两次的移民，但是这两次移民呢，都是全体覆没了，就是说没有人存活下来。但是到了更晚一些时候呢，英国又有一次第三次的一个大规模的移民。但是这里边有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人呢，叫约翰·拉尔夫。这个人其实我过去并不了解他，但是这次呢，在维吉尼亚呢做烟草的研究时，我发现这个人呢，其实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和这个移民的历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沃尔夫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拉尔夫呢，他实际上是做了几件事是非常有意思的，对于他来说是日常的事情，但是实际上决定了英国在美洲新大陆的移民的成功。这之后呢，他就开始培育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烟草，他们叫维吉尼亚烟草。维吉尼亚烟草呢是浅浅的颜色，金黄色的，而且呢这个味道极其的香。拉尔夫这个人呢，他呢，他给烟草呢，就是他很早的是，他最早呢给烟草了设，给烟草呢带入了一个品牌的一个概念，就是他给，维吉尼亚烟草呢，所以当时有一个诗人呢也是描述这个品牌的烟草呢是像那个最美丽的少女的呼吸一样的这种气味。而且确实呢，这种品牌的烟草呢，确实是从颜色上，从它的香味上都是超重的。所以呢，它这个烟草培育出来以后呢，它很快的就占领了英国的香烟市场。那个时候呢，就是由于这个烟草的这些的进展呢，维吉尼亚呢移民呢已经开始了转变了他们的状况。Oh my black satin dewdrop, Oh my black swan queen of the east, You be the jewelYou'll be pure green.
ready. Oh, my Lucille Aldean. Oh, my little Nell. Snap, tuck your pig cameo.就是说，人类和 tobacco 呢，总是处在一种非常这个一种很奇怪的关系上啊。这种关系呢，就是算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老觉得像一种那个 lover 的这种关系，它是非常别扭的，但是它互相又是依赖的啊。这个人类和 tobacco 总是纠缠不休的。我们要了解 tobacco 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历史人类历史上呢曾经是非常尊重和这个崇尚 tobacco 的啊，因为呢这个在过去呢曾经是 tobacco 呢作为人类的这个挽救疾病啊治疗啊和这个消毒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非常这个是人类所依赖的啊，但是呢同时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又有对 tobacco 的这种限制。在今天这个时候呢就像你说的差不多是把 tobacco 这个 put on the evil position, you know, 就是说tobacco 在今天呢差不多是一个限制吸烟一个最走得最远的一个时代差不多是。这个人类和tobacco 的这种纠缠不清的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也是我的这个整个项目的这个最关注的部分。因为什么呢？
因为事实上我们和 tobacco 的这种纠缠不休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呢反映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所在。但是我是希望呢，就是说在这个 Virginia 这个展览呢，我是希望有更多的当地的居民，特别是比如说是菲利摩尔的工人和他们的工作人员，以及很多的大量的退休的曾经一生呢和这个 tobacco 呢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些人呢来参观这个展览，希望获取他们的一种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和他们通过这个作品呢所获得的对人类对他们自身的生活和这个的等等的一些关于生活和意义包括哲学等等各样的一种问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一种重新的一种思考。Oh my black satin dewdrop, Oh my black swan queen of the east, You be the jewel of earth, You beReady, oh my Lucille Haldane.